身体的训练，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的公路，或者是室外的车场，都有我们最好的爆发力，陪着他们流汗奋斗，让选手有更多充足的体力，更好的补充，能够发挥到更好的。圈圈的叉，不要用力的向上或向下，这样的话，那个肌肉你们方向弄错的时候，那个肌肉反而会不舒服。你就是打圆圈这样的叉，然后呢，可以的话就稍微把这边也擦一下，让它都放松。那这个肌肉。